好了。这是一片吐司，嗯，还没有。都市传说，一分钟没有办法吃完一片吐司。好，等一下，因为我们刚刚都有挑战成功，所以我们只是在重复战吐司。啊，你要让我看时间了。那是哦，对，好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嗯，好笑。是不是吐司缩水？最近原物料的疫情没关系，所以吐司变比较小，做比较不扎实，比较蓬松。嗯，这吐司还蛮软。嗯，怎么样？嗯，这蛮可以呢，有感觉到干吗？15秒，好像绰绰有余啊。10秒，成功，太轻松了吧？4秒，太轻松了吧？怎么会这样子？太轻松了。发表得奖感言，还有秘诀。我觉得他们因为就是有一种边录边玩的感觉，所以没有认真在吃。像我刚刚一笑，我就会发现我没有办法吞，所以我就会赶快让自己不能笑。对，然后你有在爆，这是他们小的面包在吐司，对吧？它这个已经够软了，我没有办法想看。如果是买那种面包店的，面包店的可能会比较干，这已经算不错，轻松啊。就吃一半，这个挑战太简单了。真的假的？或者是被习惯了？不行，我们不能干扰。嗯。你也不会去做。设计一个稳定的频率，再试一下。25秒，只剩25秒。